你好呆呆，你好先生，我要自我介绍，我的名字叫沙迪尼，我今年30岁，我的身高157公分，我的体重60公斤，我学历初中毕业，我信仰回教，我中西教完一年来的，我离婚了，我有2个小孩。我有3个兄弟姐妹，我以前工作在阿拉伯5年，照顾小孩跟打扫房子。跟第二个，我工作在台湾1年，照顾阿公跟打扫房子。我会照顾阿妈，照顾阿公，照顾小孩，跟煮饭煮菜。帮阿妈按摩，帮阿妈洗脚，给阿妈洗药。我不把口，我会吃猪肉，但是我不可以吃猪肉，因为我信仰回教。我要工作在香港，因为我要赚钱，帮助我的家人跟我自己。以后如果我不懂的地方，请您多多指教我。自我介绍完了，谢谢呆呆。